那像今天我们在南昌的这个验证飞行，已经涉及到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保障，包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飞行员的操作，包括我们的地服人员的特种车司机的车辆的靠侧机，包括我们加油，包括我们这个机务的维修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牵派放行等等，所有的环节都是模拟正式运行。那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将来我们 C919正式投入到商业运行之后，能够给旅客有更好的这个乘机体验，同时呢也保证商业飞行 C919 能够更加安全、更有效率。这是我们南昌验证飞行的一个目的。